点上这么一桌，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撸串喝酒看欧洲杯，相当惬意啊。周末搞了一场球，哎呀，这又是什么运动开始在球场流行起来了。你看长得这样子啊，他这时候是泡沫吧应该。对，来踢完球吃一个猴记猪蹄，哎呀这氛围感好啊。看那边还有一块电视可以看欧洲杯，这是猴哥啊。好，哎呀，咱家特色是猪蹄，烤的好不好吃关键是卤的好不好。我们用20多种香辛料啊，接近30种原材料，先卤好，对，然后再烤，对，好嘞。对，这是一份吗？这是一份，两个大切蹄一份。那这一份多少钱？78元。78啊，这个是汤羊串。好，是宁夏汤羊。哦，宁夏汤羊，宁夏汤羊腌出来的。好，这一串是8块钱。8块钱啊，几乎是很良心的价格。汤羊本身就贵，对，汤羊贵过这文化遗产。好好好，它的矿泉水，它的中间是炒蛋的。对对对，你上次聊干了多少年餐饮呢？30年。哎呦，30年老餐饮，老餐饮人了。好，好，这份烤猪蹄做好了。对，我们垫上洋葱，拿个铁锅再上火焗一下，好吧，就是香香的，让它的口口留香。我们是纯天然香料卤制，不加任何添加剂。他们猪蹄儿？对对对，让客户吃的一个健康放心。好，对，热一下。这份78。78。78块钱。好嘞，好。小哥，这是炒的啥？这是咱们的干锅蹄花虾。这个干锅蹄花虾79，79，对，好，79，79，这个好好好。他家还有烧烤，这个、看着不错。来，师傅，第一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牛肉串，牛肉串，多少钱一串啊？3块，是油边，油边，新品油边。哦，好，这个是羊肉串，刚才介绍了，2块5一串哈。这个是咱家特色滩羊串。哦，滩羊串。哦，师傅，现在是做啥好吃的？我现在另一个景点招牌蹄花鱼，其实也叫一个火锅。哦，蹄花鱼。对，黑鱼，这是黑鱼。啊，黑鱼，一个大切蹄。哦，好，有多少的黑鱼？1斤多黑鱼。啊，那就吃起来放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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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现在侯师傅做他家特色蹄花鱼，麻辣龙虾。哦，麻辣龙虾，麻辣龙虾。这一份有多少量啊？大概这个有1斤半以上的这个。哦，这一份怎么卖？这个卖的68。68。好，这是咱们的鱼做好了。咱们鱼做好了。叫青花椒蹄花鱼。青花椒蹄花鱼。有黑鱼片。好，好，好。还有蹄花。这个汤看着好，很有食欲啊。68。89。啊，89。好好好。这个侯师傅是你弟弟？我哥。你哥？我哥。哎呀，侯老板长得很帅啊。来来来，你看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。宁夏椰汁汤羊肉，这就是在青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羊肉。它就是有，只有就是羊肉香味，没有膻味。这个羊肉。哦，对对对。它是椰碱鸡里边长大的羊。对对对。哦，这个羊肉特别香。哦，你还有汤羊馆。对对对，专门开的汤羊馆。啊，怪不得。汤羊馆已经开了十几年了。因为去年呀，有这个淄博的那个烤肉，然后我们是专门自己打造的这一种。用的这个小饼呀，专门卷的这个汤羊肉，因为它是卷起来以后，就把这个黄瓜，好，葱，再卷起来，好好好，哎呀，这个效果太棒了，这拔丝拔丝，来来来，谢谢侯哥，好，太棒了，哎呀，真的是舌尖上的美味，绝对好吃，我们敢吃那个，好好好，那杨叔，你来说，那你弄了一串啊？你查这个吗？都是好吃好，真的是他们就在外边吃不到我这个效果，因为我们是自己配的这种酱料，卷饼卷上这个，它后味上就特别香。一打六个，好，多少钱？58一打。啊，58一打。对，好嘞，好，谢谢啊，好嘞，小哥服务非常好，还给我们弄了扎皮，看，这家特色啊，烤猪蹄，这个是大家招牌，哎呀，这个一看就炖得很软糯啊，看。这一块钱，看山上一流，太好吃了。涮牛肚这个汤，我看就是好像是很浓的芝麻酱，加的牛骨汤。好，可以煮面，煮面，方便面啊。好好好，哎呀，老大老二，这谁写的文案挺好的？谁想的？就自己每天看见这客人吃的猪蹄，还是啤酒，挺有感觉就。
就这么讲出来了，就是想出来的。对，好，不是抄袭的。好好好，哎呀，哎，咱们位置在哪儿，侯哥？太原小店区建阳街小屋路交叉口上，就是。这个是小吴路，这是小吴路啊，前面那条路是建阳街。好好好，看这些大字，这些文案写的是真好。这是它周围环境，很空旷啊。哎呀，这个院子坐着舒服，很凉爽。